这个很不容易，今天这个感冒，我这个神的允许我们做，我们就好好的听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啊，这个哇，我告诉你，我 steamed up, I couldn't tell, 我发现我越老越有价值，因为身上是假的耳朵、假的脑筋、假的 everything, 所以很 very expensive, but get really complicated. It depends on so many things. OK, 从头开始。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一生的终身在这追求的。从开始的大概我得救是60年代，我70年代的开始思想所谓神的权柄跟人的责任的问题，到后来慢慢的到80年代90年代，越来越是觉得这 Arminian 跟那个 Calvinist 这个集好像都有点不平衡，到底在哪里，跑到神学院去问了很多问题，结果越问越觉得我很笨，所以实在是求神怜悯。到了这最后这个几年，我觉得我多少了解一点，多少了解一点。我现在贡献给你们看的就是崔武生这一生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可以说是一点结晶，一点结晶。一方面是鼓励我自己，我在Bob Jones 这个教授，就是 Dr. Rimmer 的教导之下，已经快要七八年多了。就是我的第二本书的作者，那个 Worship 那个作者，他的思想很清楚，讲话很简单，所以远超过我这个所能做的程度。从他那里 confirm 一再印证我想的路不是错的，所以我敢大胆的这样解释。2011年，我有机会来这里，感谢主，何牧师允许我讲了一堂，我那时候来就是从北京来休息，为了 visa 也为了休假休息一个礼拜，那时候有机会讲到这个，然后2015年，那个成圣的途径偏向于人的自由意志，我决定我选，我或者不选或者拒绝，好像很强调。Arminian 的做法，这个有点不大，现在看不是很均匀，不平衡。今年春天，去年春天，四月的时候，我四月到五六月的时候吧，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权柄跟旨意，在场的好几位都在，所以你们可以回想一下。但这个呢？很容易给你们一个印象，好像神的权柄决定一切，那我什么不要做了嘛，也不要传福音了，也不要什么什么，就这样过我的一个基督徒生活，神自己 take care 在做他的事情，也不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起思想这个神永恒的设计跟所谓人的自由选择，所谓因为我不相信没有这么回事，没有真正的自由选择，你怎么样竞选？神要谁就是谁，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，因为神有一个他有大大权柄永恒的设计，没有天使知道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必然成就，但照他的时间必然成就。这个人呢，自己觉得我可以 exercise 我这个自由选择，一般来讲都表示他想做坏事。满足自己的时候，我说我应该有自由，没有自由很难过。但是我们真的信主的人觉得，我没有自由，把自由交在神的手中，然后保护我，这个带领我做，这个很平安，这很平安。所以所谓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神设计而造成的，这个是人得到神的允许让它造成。神允许做出坏事来，神允许做出好事来。这个是可以说是英文我借来的从牧师借来的。Either God by God's design or by God's permission. 这个 permission carries reward or penalty.
是吧？这个人做选择的时候，今天主要是这个真理什么？人做的选择必产生神预言已经给我们的，告诉我们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而且预定的，必然会成就的后果。好是你的选择，坏也是你的选择。2011年，我在这里很简单 summarize， 就是我那时候已经自己做不足的，什么能够结晶的，就这样啊，言辞也变多，还是没有足。我说主啊，我很想成圣，我已经进过十字架，得到救恩了。现在开始，我还能向上爬一样。我说怎么样能够满有基督的圣量呢？我听很多道理，每年进，1月1号要做个什么决定啊，选择啊，如何的啊，这个过了一年怎么样？但是这一年里面最大的目标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向主。2016年会不会比2015年更向主？2015年有没有比2014年更有神的耶稣的形象？其他的 measurement， 其他的衡量没有用的呀。啊，以前我人家觉得我有这个怪瘾呀，老需要去读书啊，学位。我没这个瘾，我都是为了吃饭，为了做事，被迫。啊，没有别的，所以。这个神圣的过程里面，我是读经行道教会的侍奉，因为我相信根据以弗所书，现在你要荣耀父神是在教会跟基督之中，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4章20节左右吧。啊，这个所以我是看得清楚，但是我们做现在我才知道，这是取舍，这是你的 choice。第一个，你放不放弃？太重太累，你上去的；太多负担，你放上不去的。所以神说，你在地上爱你的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他们是你的负担，如果不是靠着主人，爱儿女过于爱主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因为他是你的负担。但是他们跟着你一起爬没问题。我现在今天啊，好像开了一个外孙一样。我们家张家口，一个孙牧师，地下教会孙牧师，有了两个女儿了，开了第3个，是个儿子，哇，非常高兴。因为他在医院里时候，我们这是来回的家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关心，我去看过他，帮他讲道什么的。还有最大压力。这个弟兄的妈妈是乡下人，河北的种田的方，很粗很什么。这次不经过他们邀请，跟着他的姐姐就来了。哎呀，我跟 Grace 看，哎呦，糟糕了，妈妈来了。这个妈妈是不信的，而且哎，跟我当面辩压我说，我去他家特别看他爸妈为他的小孩传道。妈妈就说，他们就是应该听我什么什么。哎，我说顺便来。你怎么知道好歹呢？万一你把他们带错了，怎么大家都倒霉怎么样？大家都倒霉就倒霉吧，这跟武则天讲话一样，你懂吗？真的是为什么？后来我的孙弟兄本来很孝顺，他看我们两个讲话，他看看，他叫我伯伯了，叫 Grace 叫妈妈，他伯伯，到底是你讲孝敬父母怎么样？我注意啊，上面写的孝敬啊，没想孝顺啊。我说啊，那我有点知道这个不同了。你顺服神的旨意，可能是跟你的父母的想法会矛盾。神说的教训英文是 honor 啊，原文怎么样不知道。但是 honor 没有包括 100% obedience， 特别是你离开家以后。像我的儿子们，我为什么那天讲18岁20岁走了之后，不是说再见，而是说我没有这个特别的心来负担管教你。你在神的手中，在你教授，在你弟兄同学们的手中，
而且因为我们家一直是三个儿子，没有女孩子的，所以不得不劝他们，要求他们说，你要知道爸爸的意思，你高中的时候不许交女朋友的，到了大学你必须要交女朋友啊，要不然你糊里糊涂啊，就什么都问，那不行，所以要训练，要训练。啊，感谢你 ，OK。今年，五月的时候，我跟你们分享说，神的旨意它有个本质啊，这是里面 original 那个一个 frame 啊，我把它拿出来。就五月的时候，不是给你有五个礼拜，神主允许我和牧师给我机会讲了五堂有关这个biblical concept， 这是里面一个 frame 啊，一个。我原来讲说，每件事情只有一个旨意。在神原来的旨意，这是讲的什么？这是讲的全民的旨意，没有人能改，任何人都不知道，事先都不知道，天使都不知道，神从来没给大家启示过的，这是我讲的那个。所以 unknowingly 我没有很清楚讲出来，这是两个旨意并行的，前面那个是人要做拣选，但有根据啊。你现在下面不是 有一排经文吗？我刚刚那个 ，sorry 啊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 miss 掉那个。这是罗马书六七八章讲的很清楚的，人的心最基本的要改变的是，我们要第一个先知道，换句话听到读经，天天读经吃饭一样的，越来越知道，这是这个整个程序。推算要 reckoning， 为什么要看看神讲的是谁，不是讲他讲他，你讲我。你肯不肯算一算你自己啊？还有退让 yield， 这个是平常不愿意讲的，因为等于是当面骂人一样。所以你没有真正让神怎么样？你说哎呀，从事你都喜欢骂人，我也不怕。很多人讲这个，我说你骂就骂吧，又不是我在骂你，在骂我啊，也可以，没关系，是吧？这些呢都是退让，这是舍弃的。这都是所谓也就是说天天要飞行的十字架，该放掉放掉，或者该死掉的死掉，神在那个死掉那部分给你复活的新的认识能力，新的生命就更上去。你说我带着我的老人进天堂是很可怕，为什么？你可能是很受亏损， You gain nothing but loss， 是这样子。我想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一个传道人，Jim Elliot 啊，这个二十八九岁，不到三十岁，在南美洲宣道。他是五个弟兄，好像都是惠登毕业的吧，惠登毕业。然后他去坐小飞机到森林里去，阿马逊那种就是什么南美洲的黑暗森林里面的。像那些土人的，那些土人是有名的杀人的，啊，叫 headhunter 那种。但是呢，他们飞来飞去，我知道读他的书，他说有时候把烤的猴子的脚啊，什么说身体啊什么，但他们是 delicacy， 好吃的不得了的，所以在飞机上撒给他们，然后再转几圈。第一天落地，五个人都被杀死。就是当年，in the 60s or 70s? 60s, 60s. Actually, late 50s. Okay. 195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震动了很多基督徒，就为很多年轻人更是前赴后拥。保安说我去，连他太太带那个小女儿 baby 继续侍奉神。这个太太写几本书，我想你应该看，我太太知道，我没多看，我只看他的专辑。因为什么 ？Jim Elliot 影响一生，他用他讲的话，他说的话说 ，He is no fool， 肯这样做人不是个笨蛋。怎么样？他肯放弃 ，Who is willing to give， but he cannot keep。当这个人肯放弃，他根本自己知道抓不住的，保守不住的。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，
你肯把暂时这个恋情，你明明知道要完的，像我这个70多快80岁的人呢，我知道什么东西你抓不住的，所有的一切，我有那我可能抓得住的是我是儿女的灵魂，神怜悯我带他们回天堂，其他的都是0000000，你神要你拿的，要从你拿去，你赶紧让，你是最聪明的。有智慧，因为什么？他拿去不是浪费的，神拿去拿你的生命，拿你的奉献出来的，可以 multiply， 可以再增多，再增多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这个为什么我们想到这个这件事情？他一个旨意，神要用他的仆人，牺牲他的仆人，好像把一个仆人砸碎一样，要他的芳香，他的见证，就像橄榄油一样清油流出来。让神喜悦，让别人看到光，要烧。这五个年轻人死在南美洲，点燃了上千、上百、上万，也许年轻人后来继续追求。连我这个中国人在美国的时候，也受他很多影响。这跟我后来肯放弃啊，你们听过比较多次，我不是骄傲，我是不愿去讲神的大能。我在1968年放弃那200万。台币的遗产的时候，这时候知道 I cannot keep， 没人拿也没什么的。但是神说要我奉献，我都奉献。然后我说神你会给我什么呢？后来给我的是失职啊什么的，好像很穷或者什么的。就我儿子在我最穷的时候被神呼召做传道，他是9岁，这是我一直忘不了的。I give up something， 一点点忘了。但是我的儿子能够进入，不但是得救，他50多得救，而且能够侍奉神。你上次他来看他50多岁的人呢，白白胖胖，别人说他会饿死，因为做牧师没有钱呢，没有发生。所以神的恩典，这是我所不能够 lose 的。而且他们，我的儿子们 assure me， 很小心谨慎，带我6孙儿孙女都是得救，这也是我不能 lose 的。如果不打他们，不骂他们，不是往神的路上带，没有用的。他们很聪明，他做的事情比我要多多了。他生在美国，我在美国后来不能够再升级。I told my boss， 我说我没有 American background， 我说我很怕，你再把我 promote， 我做的决定会影响我自己，影响公司，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说 please 不要再什么训练我了，是吧？他们花很多钱希望把我 promote general manager 什么的，我说算了，就是到这个为止。谁来的啊？所以我们这是包括一切的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件事情你面对的问题，耶稣基督不成为这个答案的。换句话，它是力量来源，答案的一些。我现在什么不在这里。我跟他们谈话谈得很深，到最后总是说我没办法呀，说这样做，我是没有办法说这样做。我眼睛看着们，我说再讲一遍，没办法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是基督徒，你的办法在主那里啊，你为什么没去找主说你没办法？然后说因为我没办法说我做错的事 ，That's really the point。他要 justify， 他要让自己称义。就说我因为没办法，所有这样做，你们应该原谅，应该接受，应该什么都应该，或者应该说我好。我虽然做不好的、不合基督徒的事情，应该什么？这是呢？就是说实在话，这个不承认神这样大能，那这都是在他计划之中。我也想讲今天的了哈，这个同时并行的双重主义，一个是权柄之下，一个是在圣经所启示道义之下。这不是我创造，是我 confirm 再 confirm， 读经再读经啊，这个证据是对的。神权柄下的主义，它定义什么？神没有启示，没有启示给任何人，也没有天使，没有任何被造之物都没有，没有启示，它不可能改变的，它是唯一的真神。什么佛道教，但是被创造的东西，人创造出来的东西，它都可以被改变，它永恒道永恒的。必然按时按他的旨意成就，
你说神不是没有时间吗？不错，在永恒之中，他给人类一个太阳系统，所以开始有时间，否则 eternity 没有必要谈时间的事，必然就必然，已经成就就已经成就。但是 B 呢，那另外那个旨意呢，是人间你得启示的，就是合乎圣经的道义的原则，神给的，在那 B 这边，那 B 这边，所以人说主啊，我现在做什么，你要听我的。你要告诉我要怎么做，或者更糟糕，现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有的人是有那个观念，我祷告很多他就会做呀，你只是听他们讲的话，见证口气里面就知道，这个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的祷告不太挑神，不太正常，动不动就是你看我有这个需要，我祷告祷告祷告好多，结果神帮我做了，他们说我祷告祷告，我明白神的心意了，在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有时候对我这些过去的 hero 啊，英雄我崇拜的人都怀疑，包括汉森泰勒戴德生，他两三件事情做的是冒犯中国人的，第一件事情他很早就决定只传福音不讲教会真理，所以中国也许就出于神的旨意啊，他做出来了，神允许发生了，说他是老人家一个失败好了，不过他是相当 liberal 极端自由派的思想的人，就我可以决定在中国人里面传什么道，不会问说主啊，你给中国人的 program 是什么，我应该做什么，他是绝对避免讲教会真理，所以到处都是只是你带着生的教会，带着生的教会，你搞不清楚别人，还有一个，他有自己很大的信心也好，榜样也好，说过一次话，说祷告改变一切。我想他老人家胡说八道，祷告不能改变一切，祷告可以改变你。只要你看到神的旨意，神爱你，让你看见说你的处境 ，your situation， 我的心意是什么？只要你谦卑下来就肯问，主啊，我在我这个 situation。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要知道任何一件事情，无全能的神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神，就上次讲了、啊、神的事情要时时刻刻知道，这个这是我身边的神，这是我里面的神，这是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你想 acknowledge 知道这个情形，你 knowing 那样，你就会怎么样，你会老是计算我到底是处在什么环境，我崔无声跟赵生两个人都不敢决定说我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，我前几天决定3月9号是因为我到了大陆一趟走回来思想思考，经过我3天的时间我没有祷告什么，现在决定什么时候回去，有这个来去我是祷告啊，神的我在你手中，你保守我平安，我去北东北什么，那比外面现在冷多了，哇不得了，什么都穿起来啊，因为所以这个呢，这是圣经道义，你当如何做这个原则，人不要随便改，不要觉得你是一个什么属灵的领袖啊什么，或者像我这样老了哦卖老，我最怕这个，但崔牧师有很多经验，你说怎么样，我说我的讲的是跟圣经一样，我跟圣经不一样的地方请你不要听我，假如你找到了还要告诉我，为什么敬畏神呢？要敬畏神，敬畏神的话就不要走在他外面，不要觉得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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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thing to do it， 跟你的 preference 跟你的喜欢没有关系，就跟他有关系，他为你死的那个主有关系，经文的启示我现在就是证明这些存在，给我你讲这句话是很清楚一定的，你们可以翻一下，要免得没有根基啊！我讲的 principle， Grace， 你可以读一下，找到或者这个单语这我不读，我告诉你是什么？是尼布加涅撒王，一个不幸的人得到他的王位以后，回来以后有了清楚脑筋以后讲的话，证明神至高神，圣经记哪一位？读一下。29:29，隐秘的事实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
这是讲的 A 啊 A， 这个单语这个讲尼布沙的话也是 A 啊，等于是哎呦都忘记了，就是上面写的是另外一个词，忘写了啊，好，我知道还有十分钟，好吧，你们回去能够自己找一找就找一找。Yeah, go ahead. Verse 17, 雅各书，我下一堂，下个礼拜我们会讲这个13-17节，这是主要的经文，我要解释的。而且，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，哪一位看一下？是耶稣基督的主导文。你也看读一下吧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也特别告诉我们，今天神的旨意没有完全执行，执行不出来，因为他给人选择，人有时候听话，有时候像巴兰的，像什么什么，他已经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是不肯做的。所以巴兰的，在旧约的巴兰，民书记里的巴兰，给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谁给你旨意的，让你是有选择，他还要我再去问问看，我能不能去拿这个彩礼啊 ，bribery， 我能不能去拿这个贿赂，我再去问一下。好的，好了，神说最后是任你去吧。他的后果是什么？等到以色列人在征服他们的时候，先杀的找到他的就是，头一个杀的就是米迦。所以有神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并不是安全到一个程度，我可以随便做决定。我们是很敬畏神的心态之下做决定的，要我还特别用的图，因为过去都是那样的讲啊字啊什么，我现在学会用当然这是我自己的，我的牧师给的是两个平面的 two dimension， 我现在要想用 three dimension 三 ，A 是谁永乐极。永远永恒到永恒，没人知道，而且必成，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挡住，你再多祷告也不会改，因为这个被造之物没人知道它的形。这个 B， 圣经所讲的，每天你读圣经的时候都告诉你一个原则，哦，这种事情这可以，那个不可以，让我做决定的时候没事，我选择是在这个两边之间，好吧。忽然想到，但没写出来。张弟兄，你看看那《箴言书》啊，21篇，第一节，帮我念一下，好吧？我忽然想到这个，可以做个很好的。箴言21篇第一节：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陡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对。现在把你抬高一下啊，把你变成神，在主的眼中你是 king 啊，你是君王一样。这把你抬高，你的心，你像水在神的手中在流转，他给你开路，只要前面是沙也好，泥巴也好，他一推就是一个，而且他知道你本性，你只会向下流，不会向上流。地心吸力的 gravitational force 就是你的本性。一定是向下不向上，你做选择，你说 I prefer 我喜欢，都是向下，没有向上，你没有这个能力反对这个属灵的你的本性。如果 anytime 你不是照着灵命的圣经的原则，你就会照你的肉体本性的那种喜爱就往下走。但是往哪里走呢？这个罗布的水啊，我请一个保证是的艺术系的一个女孩子画油画，画得很好，在台湾去的。Frida， 你帮我画一个图好不好？能够把这个罗布的水画出来。她到现在好几年了，画不出来。我在说，她很难画，就是很难画，除非连环图画什么的。但是呢，这表示你的两边不是有环境吗？就这个不通，那个不通，我怎么只能向这边走啊？没有别的路啊，没有，神给你一条路，在这个路里面你做选择，在这个路里面你要荣耀神的选择。他给你说，我需要这批人，他就要把你带到那里去。我为什么出国到美国？我不知道，实在是，除了我太太追求女朋友，没有别的好理由。
我把钱丢在后面，爷爷奶奶不管什么，简直是不孝，简直不孝。但是我去违背我的良心一样的去到那个。现在在美国全村夫人有很多的食欲，我大约十年里我见到啊，真的，我现在有心想回台湾，但是都不行。美国的责任也很多，在教会里面就写信来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这个他们在做什么啊？搞什么鬼？这个意思，都快回来，快回来，都有责任。神怜悯，因为这条我人现在流流到什么地方是神决定的，不是我现在想到哪里去。你那样想是很危险的。换句话说，神啊，我不要你开路，我自己开路好不好？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基督徒，有这样承受痛苦的基督徒。因为我们那样，虽然在贫穷的生活里面，我没有后悔过，我把那个财产、遗产交出来。是越来越rejoicing，因为神还我的，帮我的。现在老了，比钱多，比我放弃的多，我也不想拿两件子。神的点，神的点，神的保守。所以这个 C 呢，我要下一次再来解释。这是一个 intersection， 换句话说，是天上的anyway 这个现象地狱哈。A 呢是这种啊，我已经讲了。旨意必成就，不可改，不受限。第二个是人赐给人类罪人的，但是不给天使，所以魔鬼撒旦不会有救恩的。啊，我在1968、69年、70年听到一个刚刚从 South Carolina 一个神学，哥伦比亚，不是哥伦比亚 ，South Carolina， 对吧？啊，那个哥伦比亚一个神学，他是啊刚出来传道什么什么。他讲到的时候，别人不记得，我自己很努力读经的，我那时候得救快八九年了，我读圣经大概读了至少五六遍，不到十遍有五六遍，所以我对圣经很灵敏，很 sensitive， 很怕解错，就他一句话就是，你要知道，就是魔鬼撒旦信主的话，他也得救 ，no， 从那天开始，就是快要50年前，他讲的话，到现在我没有忘。后来不对，最后我是很努力的做工，我是他们的执事会主席，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做，200多人的中国教会，最后他骂我，骂到一个程度，我必须要走，因为我不同意他。我说你可以好好侍奉这200人中国人，你不要什么这个教会、那个教会、那个教会跑来跑去什么的。然后他说我要做中国人的 background。OK， thank you。我说 I want no part of it。我想那时候虽然我还没有接受别的训练，我都知道你的责任在这里。他说崔弟兄你很好，你可以做的。我说我是刚刚拿第一个假，我刚刚做工，我要养家。我那时候已经3个孩子了，就是3个一家5口，你叫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呢、啊、我没有神的呼召，不是。他是觉得很难得你可以这样做，你要去探访什么的。我有时候下班就开始探访，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。隔一段时间我看他已经带好几个孩子，3个孩子，2个在带头里面，我心里很不忍。我主啊，你不会让我这样侍奉神的。我那时候才30岁，29、30岁呢。我说主啊，我想要爱你，想要侍奉你，但我不会把太太儿子们丢在边上这样子的。但是我后来想想，原来是个人在给我加压，我心里平安。所以后来我跟他跟了3年多，帮他忙，他是乱讲一通的，很多就是阿美尼极端的阿美尼，他告诉我他是阿美尼，就我自己读的书、读的圣经，多多少少让我的思想都是接近加尔文的预选论，但是没有极端，没有极端。啊，这个是后来我在1998年回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才证明我当年是有神的带领，那我没错，是他错的，他是极端的，阿明明绝对错的，因为他要建立他的安排，啊，还有好几个教会这样子，我现在还在搞，我不理他了，啊，就是罪人呢，当然说让罪人归回，要选择走十字架道路呢。还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当然全论的。得救以后的罪人，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在座的，包括牧师在里面，我们都是 saved sinners，
我们都是被拯救的，就没有一个例外啊。走世上道是自定自愿，自愿自食其果。这个愿，神说我愿意这样做或者这样做，你来选择。你说我要走这个，你自食其果。所以基督徒在世上，没有人保证你啊，我要妥协。像连姊妹这个，我很同情。比如说，我要这样做啊，只好这样那样，对吧？只好为他祷告。在每件做事的事上，都要是哎，你让我祷告一下，好吧？神也许看他的要求，比如什么地方可以给你一个好的、更明智的，因为你 acknowledge 他，为他做见证，我有我的神，你有你的无神论，不同的。但是我们做工带说 yes 可以见证，说 no 也可以见证，还有 no answer 也是见证，不过 no answer 不太好 ，no answer 不是个好的见证。人的计划的实现呢，谁有说允许成就的？要去赚钱，好好好，刚开始就好好赚钱。你像我离开我的大公司的时候，early retirement 出来，假说是传道，实在是假的。我代职侍奉，好像胆子很小，信心很小。我在1993年被派到泰国，那两年下来，钱是多了，信心弱了，吓得要死。因为到台湾来，在大陆，在香港跑来跑去，然后回到泰国。到处都有诱惑，甚至有人打电话，甚至有人说你要不要太太到香港去买点东西啊，虾饼。哦，我说怎么样，他说你们的总经理什么他们都去的，我的老板的 Vice President， 我那时候是总经理，那 Vice President 他们都去了，不过你太太喜欢diamond吗，喜欢钻戒，喜欢我们可以给他买钻戒，我说都不喜欢 No need to。所以他们慢慢知道，这个人虽然是中国人，不吃中国人这一套。我呢，自觉的位置是越来越不稳。我是不稳什么意思？我的灵力，我的 spirit， 我的属灵的生活越来越弱。所以不得不说，主啊，你要保守我。我对不起，两年以前我没有直接出来去神学院读书啊什么的，我现在无路可走，我现在放弃。所以我那第二次最大的决定。一个 decision 就是说我干脆什么都不要，也不要钱，也不要位置，我就是回美国 unemployed， 无业游民，我回到美国。结果我的亲戚啊，他的爸妈呢，对我催物生的在看，神经病。但是我走的路是吧，我没有完成遵守你的旨意，所以我现在怕了，所以求你怜悯我回来。所以我受了几个月的苦，没人管我，没人给钱，夫妻两个住在黑人区里面，因为我不晓得有没有钱租好一点的房。你想想，前两个三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前，在泰国又是司机啊，又是烧饭的什么的，后来在那学习传道，怎么在就是，我是 learn how to crawl back to God's word。怜悯我，三年半的时间让我学很多，所以神会完成一切的预言呢？就是人在地上选择的话啊，这个对不起，我刚刚讲的是这个啊，金银宝石，金银宝石是允许成就，不允许草木和解，这不是最近讲到提到的，他在讲的四个方式，四个工具都是很对很正确。我的补充一点点，我的那什么。我认为金银宝石是神眼里看的价值 ，the value in the sight of God。草木和谐是神不 value 的，神不要的。你用的什么？当然，我完全同意这个 attitude 很重要，你的信心、爱心。但是我们要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是不是完全以神的旨意为旨意？这是 value。所以哪怕你不懂，你也照他做。因为你得到印证，这神的话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做啊。这金银宝石什么？他给你什么样的人，帮助你不用这个教会，你的用力打在一起啊。或者自己呢？我可以这么说，我最大一个这个地方的印证就是说，我要有一个动机，我这个动机是跟随神，不是跟随我自己。我认为那个动机决定。
我用的材料是不是有价值的。如果我的 motive 我心里的想法都是，当然这些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牧师讲很对，只有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才会 expose 你当时做这件事情是什么动机。我现在一个 conclusion 啊，假如我现在今天死掉的话，我大概不会改，如果不死还可能啊，神在帮我 improve。 我认为一个人到主的面前说，只有一个事情是有必要让神审判的，就是你当年做事的动机。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啊第七章二十节左右，你的不用看了，没时间了，我马上停了。第七章二十节告诉说，那些人，主啊，我不是在世上给你传道吗？我不在世上改鬼啊，我在世上给你什么，打个报告讲方言呢、啊？什么听你讲？耶稣基督说，我不认识你。我崔永春最怕的是落在那一群人里面。我研究很多，为什么主说不认识？这是很努力做工的人呢、啊？也可能上千上百上万上百万的这样的基督徒在世上忙得要死，但是说我不认识，不认识的时候你走开，你进入黑暗，你是要受咒诅的，这是被受咒诅的基督徒，假冒的基督徒，因为他动机不对。耶稣基督做任何事情都是他要做 the first day and the last day，他要开始，他要为终，从你发动他，你跟随他的过程里面，他得荣耀，你得福气，你得平安喜乐。任何事情你要自己开始，就是结束，为了你，那挺值得的啊，没有跟谁没关系的。你不是让他来开始这事情，也不是跟随他，让神的能力可以在你彰显出来。有别人说，哎，这个不是崔永生做，他做不出来的。哦，是，他说他信主，他爱主，对对，他能靠主。所以我现在亲戚朋友没人挑战我，什么样子？我一家我三代都是靠着主过日子，我活着活在神的手中，我死死在神的手中，这很简单。我有时候跟在美国跟着这年轻的传道人说到中国来讲，我说Yes, we need you. 我说我们中国人需要的是很好的见证。You are willing to live and willing to die for what we need. 这样说，我还有中国弟兄姊妹可能也是很这样的过。因为我们身边的中国人这个民族，我看是简直是被 cursed， 被咒诅的民族。他什么亮光都不想要，只要走黑暗的。拜佛拜啥拜神拜神拜是在拜自己，我说哪个灵哪个都灵，我说哪个不灵哪个就不灵，这实在是拜自己的。所以中文的自大，我读很多圣贤书，我知道为什么 Confucius 造成人的骄傲，靠自己。你们之间弟兄们，我好多弟兄都不来，我想有原因，所以我找他们单独谈话，暴露他们很多的，直接面对面暴露他们自己很多错误的不合圣经的思想，很难过。有的几个已经开始躲开我不讲话了，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他不愿意让自己不舒服，不愿意牺牲自己的所谓自尊、骄傲什么的，而是说：哦，我做基督徒，我来礼拜天来就好了嘛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这样基督徒也不帮教会，也没帮自己，更不能帮家人。我就是离开这里，我跟 Grace 心里是很沉重。为什么？不是牧师讲到怎么样的，他的努力不努力什么，是听到的人的责任选择这种。这个第三呢，是只有耶稣基督一人可以做到，那个 intercession 在地上，他是根本天上的，可以说是 Calvinistic 的 view， 那个神的旨意在地上好像有投影一样，有交，有 intersection， 有接触的地方。这是耶稣基督他没有走出来过，他一直在那个里面。
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。我们生下来都在不属于神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要做选择，是往那个方向还是向那个方向。所以我先讲 一句话，就是总结说，下个礼拜如果神允许，我们还有四十多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好好谈这个，就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旨意之中过这一辈子。我们祷告一下好吧。我们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给孩子这些话语。我昨天晚上也没敢确定到底讲什么，愿神你祝福，愿神你恩典。下次我们谈到 ABC A， 特别是 C 的时候，求主与孩子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地上的弟兄姊妹走属灵的道路，蒙神你的恩典，蒙神的允许。我这样祷告，求主与我们同在。地路上要来的，因为天气的关系来的晚的什么的，求神带领他们来到神的家里，一起敬拜你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